除了女演员，他就去了。我啊，我是为拍戏去了吗？啊，就为了影视嘛，是吧？啊，影视女演员，我是为了。我是愿意在家看看书。哦，喜欢读书。对一个说相声来说，什么都得学。哦，天文地理、一部星象，嗯，历史地理，嚯，都是我们用得着的，全得学。我最近在研究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。哦，您研究什么题目啊？研究做梦。做梦有什么可研究？做梦是人的一个生理现象啊，那倒是，没有人没做梦啊。啊，家里没有床你也能做梦，啊，这坐着睡都能做梦。你躺下躺地上睡你也能做梦啊。科学家说是人的，大脑思维在你睡觉之后，它没有完全休息。哦，你之前接触过的一些个情况啊，哎，然后它又再现，结合你的心理情况把它表现出来。啊，大脑还在活动啊。但是中国人研究做梦可是有年头。很早吗？那过去老先生就哎呀，梦见水了，梦见水是财啊，水代表财，这都听过吧？对对对，于老师做梦梦见哟，好多水，哎，发财了，一睁眼尿炕了，哎嗨，尿炕了，那就不像话了，啊，那就是啊，财吗？啊，我说梦见鱼，嗯，鱼也是财啊，鱼也是钱，梦见鱼也是财，嚯，梦见小小子说是不好，小小子代表什么呢？说男孩小人。哦，就这小孩就小人，小人哦，梦见闺女就好，闺女怎么好啊？说是贵人呢，哦，这代表贵人，其实就是个谐音，嗯，贵人闺女是千金嘛，哦哦，千金，啊，你说那修车的不要千金，那管嘛用？嗨，那千金顶不是那个，哦，啊，顶就不行了哈，对，而且过去你看，男不梦缠，女不梦虚，这怎么讲？男的做梦没有梦见生孩子的。哦，哎呀，于老师做梦坏了，他肚子大了啊！哎呀，我于谦没想到也有今天，那倒是。哟，生孩子，哟，肚子越来越大，啊，哎呀，难受，肚子拧了，哎呦，要生孩子了，啊，哎呀，使劲吧，啊，一使劲，哎呀，一睁眼，好，弄一炕啊！哎，嗨，我一猜他就不是生孩子那劲儿，男的没有梦见生孩子，那是男不梦产，女不梦虚，这是女的没有睡觉做梦连抿胡子是吧？啊，美髯公王奶奶没有这不，这废话是吧？男不梦缠，女不梦虚，那倒是。我那天还看那个书上，网上介绍，嗯，给您指点一下，你做梦都梦见什么了？哦，我一看有的真是瞎编。您举个例子，说是梦见煤油撒在地上，说对身体不好。煤油啊，煤油，说撒在地上，哦，梦见这个了，对身体不好。呵，我这个不准呢。怎么？得煤油撒在地上，点着了之后，对身体再不好。哎，对，那自焚了，那是不好。是不是？还有一个梦见给张支票，代表你要有发展。嗯，我心说这不废话吗？啊，我梦不梦，你给我张支票，我有发展呢。对，那发展大了。所以他有的这东西他不准呢，瞎说。你看我们这儿那谁说相声岳云鹏，啊，哦，小岳，云鹏做梦，他怎么着？师傅，我做梦了。哦，做梦吧。嗯，您会圆梦吗？我说我哪会，不是我害怕。他梦见什么了？我说我听听啊。我梦见我变成一个牛，哦，在山坡吃草啊，哎，然后害怕。我害呀，梦就梦，那怕有什么，啊，有什么可害怕？怕什么呀？不是，我早晨一睁眼，嗯，凉席儿没了。那是有点害怕这个。后来送医院去了 啊，那是送医院去了，我都替他害怕。啊，那是啊，嗯，刚才。上快板的高峰，啊，高老板，哎，高峰他们家他媳妇做梦，你怎么知道的呀这事儿都？后来听高峰念，您说清楚了，啊，他媳妇做梦，高峰啊，啊，我做梦了，我梦见大钻戒，哟，这么大钻戒在我手上，这个，什么意思？呵，高峰就乐了，啊，哎呀，两口子你还至于跟我这么说吗？对。我一会儿得上班去演出，嗯，下班回来你就会知道是什么含义。嘿，媳妇儿等一天啊，很浪漫的事儿。哎，嗯，高峰演出完了，嗯，回家拿着个礼盒，哦，打着蝴蝶结。嘿，媳妇儿，哎呀，我梦见钻戒是什么意思呀？对呀，打开看吧，瞧瞧吧，结婚那么些年了，还要这个劲儿呢啊！打开吧，看看。媳妇儿高兴，哎呀，我也不知道梦见钻戒什么意思 啊，看看什么意思？打开一看，什么呀？里边一本《周公解梦》。哦，自己查去呀！高峰也高兴，以后就知道了，不用问我了。甭问钻戒，梦什么都能自个儿查。这个，我们这还有一大胖子叫孙越，你们认识吗？啊，那肯定知道啊。原来是那个最早是养动物的啊。啊，养动物是什么学校毕业？那，这我也不知道，他动物园的，啊。对对对，他在北京动物园，嗯，是。哎，毕业之后他就去了。对，他是后来才到德云社。
是孙越是毕业之后先分到北京动物园当动物啊，当动物，当动物饲养员。哦，对，反正是管吃管住在那儿啊，不让回家啊。是，反正待了些年，待了些年，后来就上这儿说相声来。对，太胖。哦，胖是胖，好家伙，他那裤衩绣上花就是个桌围子。好家伙，真费布啊，大胖子。嗯，他的媳妇儿真挺好。你瞧，又来了，怎么个好法？不是，你说他都那样了，他这媳妇儿，嗯，得多能吃肉是吧？嗨，啊，挺好。嗯，他做梦，他两口子把我乐坏了。他又做什么梦啊？他俩人睡觉，这大胖子还得躺在炕里头。哦，哎，他躺在床里头，靠着床沿他不敢。哦，他怕肉丢了。这能丢得了吗？这媳妇儿躺在外头，躺里头。这个人一胖，身体就各种病都来，就虚呀。他夜里边起夜的次数就多，上厕所，哎，从炕里边往外轱辘着下地上厕所，哦，呱啦呱啦呱啦去了，我一会儿再回来，呱啦呱啦回来，好点啊。早晨一睁眼，媳妇坐那儿哭，哭什么？做梦了，梦什么了？梦见车祸，撞车，让大卡车压了两回。哎，起夜的次数还不算太多，就是啊。孙越说：“师哥，这怎么解决？”我说：“那怎么解决啊？啊，一个要不就是你得减肥哦，还有一个我得说你。说什么呀？因为你现在工作不错，是啊，家里也挺有钱的。嗯，他媳妇现在什么都不干，那会儿哦，就因为孙越老在网上拍东西，挺挣钱的啊，我富裕了啊。我说你现在挺好，孙越，你是一个很出名的大网红，是吧？啊、网红叫什么？网红。”啊，那网黄像话吗？差不多吧，不是啊？要不差远了、哦、啊那该逮起来了。哦，那行啊，你现在你快成大网红了啊！是你挣了钱可以养家，是，但是你不能让你媳妇天天跟家这么待着，待着不行吗？他挣钱不挣钱，他出去得干点玩去，得活动，对不对？嗯、你让他找什么事儿干啊？哎，胖子这点好听话。哦，真去了啊！找个朋友给媳妇安排一个工作，啊、是吧、嗯？也没什么还太多正经的工作，就是那个卖保险箱、保险柜。哦哦，那也是正经生意嘛。媳妇上这卖保险箱去啊，那挺好啊，所以有点事儿干就行。对、啊，我也做梦。您做什么梦？嗨、哎，我做梦，我也是。有的时候只要白天一忙，啊，晚上睡觉就这大脑又不休息。哎呀，做梦哦，什么呀？我飞啊！谁飞？我呀。您飞了？哎呦，我就飞起来了。嚯、哦！哎，飞上去，飞到南天门，上天了。南天门啊。哎，老神仙，那倒肯定有寿星老，哦，在南天门，来呀，啊，德刚快来呀，叫你，哼，老神仙接我，寿星老，哎呀，欢迎，热烈欢迎，啊、热烈欢迎郭德纲先生啊，哦哦、到蟠桃园你去摘一点蟠桃来，然后大排宴宴，宴请郭德纲先生，呵，这就面子有了。我说别不，我为了我一个人值当的、啊，怎么？好家伙，这么些年了，嗯。终于有一个说相声的上天堂了啊！嗯，剩下全下地狱了是吗？善良哦，好人啊，尽干好事，可见着了。大排宴宴，我跟寿星老师做一对过啊，呵呵，对联高兴啊。寿星老师点一个，怎么样？我不会，不抽，不抽，不抽烟啊，还让烟呢？让烟啊，寿星老师啊，这个你挺好的啊啊，寿星老师啊，寿星老师啊啊，我是。哎，是寿大爷您好啊！寿大爷，那喊什么呀？是吧？啊，不知道叫门。哎，这给您添麻烦了啊！嗯、好，那个忘了跟你说了啊。嗯，你净干好事了，那怎么上天堂呢？那你说相声，大伙儿都乐，这是多大的福报，这是功德，对不对啊？嗯、你说了相声，大伙儿开心，我觉得你净做好事了，是吗？啊，你说吧，你有什么要求？我还满足条件。我说我没有什么要求，我这个人能怎么着？也得提提啊！不，看你每天这儿演那儿演，很累。是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啊？我说我就是，我有时候也觉得这辈子活得不容易。那倒是，你看人家都看电影去，我也没看过电影去啊。人家那个出去喝咖啡，这个我都没有过。您没这习惯。人家喝什么荡秋千啊，逛公园什么，我都没有过。哦，没这爱好。回去你就会拥有这一切，啊，还回我啊，行吗？我一个人喝咖啡，逛公园，看电影，打秋千也没什么意思。那您的意思？寿星老师看看我。嗯，这烟就掐了吧，先说话不好吗？啊，让于谦的媳妇陪你一块儿去。没听说过。哎呀，我这你看，
老神仙安排的，老神仙就缺了德了，这个、啊、回来吧啊，宋老二给我打一车我就回来了啊，对，坐坐坐，哎，果然啊，跟嫂子，跟嫂子我们俩人看电影，你对我这扒拉扒拉你醒醒得了、嗯、别梦了，长秋千呢，什么秋千呢，喝啤酒啊，修修脚去一块、哎、这都什么洗澡去，反正哎挺高兴啊，但是醒了，行醒了，醒了吧，醒了一下很失落，别失落了，人生真是没有意义了啊，你就我这个人傻就傻在这儿，怎么了又，我这个事儿还告诉他去啊，天哥跟你说点事儿，我呀做梦梦你跟嫂子看电影喝咖啡，嗯，啊，秋千啊，喝啤酒洗澡就修脚啊啊啊，哎，他急了，后来呢我就醒了啊，行，再见啊，没事了，我走了啊，他这儿啊，嗯，点上根烟，我跟盛老学的，我这范儿是，啊，给孙悦打电话，哦，找孙悦，胖子你来趟，哦，一会儿大网红就来了啊，哎，网红，网红，网红来了，嗯，夏哥怎么了？嗯，我都刚做梦了，是，跟你嫂子，跟我媳妇儿看电影。荡秋千啊，喝咖啡，对，上公园，得说说，泡澡修脚、嗯、啊，这个天长日久，他们俩是这么在一块儿的话，嗯，我那些钱怎么办？我还这个当真了，对不对、啊？他们会把我的钱拿走，哦，我的手表，我的项链，嗯，我的戒指，我的存折，哎呦，我的银行卡，呵，孙悦想半天，嗯，哥，你买一个保险箱吧，我撞他怀里头了，我这个。嗯，好买吗？媳妇儿是买这个啊，哎，给人钱，人孙悦媳妇儿给送了一保险箱、啊、这回踏实了，我这心是方便了，好，这高兴啊啊，谢孙悦，呵，请孙悦吃饭，嗯，这一宿谦哥睡得很踏实，没事了，转过天起床中午他找孙悦去了啊，哎，胖子，胖子，哟，哥您来了，嗯、啊、睡得怎么样？睡得很好，踏实，我就想问件事啊，什么时候放你嫂子出来？我给我媳妇儿搁保险柜里了，这我得买多大保险箱啊？这个啊，你这做梦做梦，他就这么大的乐趣啊？那你的乐趣这事儿，于老师也做梦了。您聊聊我的梦吧。不是，我们都做梦，您不做梦不合适，是是吧？梦见什么了？梦见自己是一个大学生。哦，哼，我有学问了，二十来岁，正年轻，大学生。好啊，一进学校啊，啊，校长就喜欢你。校长喜欢我是好事儿，好不好？上人见喜嘛。哎，校长就收你当干儿子。这，他们怎么这习惯？喜欢谁收谁当干儿子？喜欢这个孩子，我觉得这孩子以后发展啊。哦，我要做你的义父。啊，那我呢？你就当上干儿子了，我就答应了。对了。哦。哎，副校长也喜欢你。那怎么办？你又认了一个义父。我这一下俩干爹。嗯。哦。教务主任也喜欢你。那我呢？你又认一干爹。这就仨了。又是一个义父。嗯啊。嗯，传达室那大爷也喜欢你。这学校没女的吗？要有我给他们凑一对儿，咱们也合适。你又认了一个义父。哦，就四个干爹。哎呦，你在这个学校里趁四个义父。哦。学校还给你送了块匾，写的什么呀？富可敌国。哎，这都是一个意思吗？这个。富可敌国啊，很棒，很棒啊！对，是。紧跟着您就毕业了。哦。毕业之后先找工作吧。我找一什么工作呢？找一个夜店去做。D 什么 DC DG 什么？你跟谁学的这中文？就是站在那儿玩那个电磁炉的那个叫什么啊？电磁炉的叫什么？我在烫着我这说那丝儿拉丝儿拉丝儿。是您说刚才说对一半嗯，那个打碟的 DJ 啊，你就在那儿打碟，你知道吗？我打碟干嘛？然后你再骂娘啊？没有趁哈，打碟的，反正就工作很好，是是是，工作很好，啊、然后再。这个基础上，哎，你就生意越做越大。我这打碟做什么生意啊？观众打赏啊！哦，给钱。哟，好大块金砖，啪就往脸上拽呀、啊！轻点儿，这倒是。哎，后来你就慢慢的积累资金。哦，攒钱。哎，慢慢越存越多。后来你自己弄了一个企业。哦，我办一个。你就成为那个企业的撞死人了，你看，不是。你要撞史上那个你要说什么呀？这就是你是那个企业的第一个那个干活的那个创始人，哎，你创死人了，创死人了，嗨，我还是创死人了啊！创什么？创始人，对，他的那个企业，他创始，你知道吗？
我多恶心呢，我这壮士他是个人呢，还是个人啊，这法人，法人，哎，对对对对，就很棒，对，很棒，哎呀，一兴奋，哎呀，高兴，然后，哎，结果呢，就碰见个你心爱的女生，啊，这倒是好事啊，女生就说了，啊，玉琴儿，嗯嗯，你看我对你那么好，你给我买块表吧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我在哪儿勾搭一大娘们过来，这是，真难听这话。我上哪儿去了？我这不要讲了，那么龌龊。不是他什么味儿啊？这就你很爱，你很爱，我还喜欢。哎呀，你没有听过这样的普通话，这是普通话吗？这很高兴，很高兴，俩人就顺理成章的结婚啊，后来又生孩子。哦，反正人生很幸福啊，我们过得很好。哎，然后你就死了。对，我这太天上一脚地上一脚了。前面都很顺利，死就死了。啊，前面都很好。死了之后你就飞呀，飞呀，飞呀，飞。我也飞。哎，你看见寿星老了。啊，我也碰上他了。哎，寿星老在南天门正看你呢，等着我呢。啊，还这根烟还没掐呢，他那根长，你知道吗？太这不行，别抽了。圈儿啊，往上飞，上到我这里，快点。哎，对对对，他叫我呢。哎，上来了。哎呦，寿星老大爷您好。啊，快坐快坐。哎呀，我真开心，就愿意来说相声了啊！你看看，我这有饼干，你来块饼干吃得了。不还让我吃饼干？你不乐意了？怎么呢？郭德纲来了，你们这大排宴宴。是啊，凭什么我来了就点根烟，弄块饼干？这没别的了吗？宋老师说，今儿就咱俩，不值当了，起火啊！哦，炒热菜的没有吗？凑我吃一口嘛。哦，聊会儿天，聊会儿天，是挺好的。说会儿话吧。是挺好的啊！我没想到我也能到天上来看看神仙，这多好啊！我跟你说，嗯，你父母也在这儿呢。哦，是啊。啊，你就愣了。嗯，老爷子也在这儿吗？哦，往这儿看，拿手一划了。嗯，就一划了，就看你父亲了。啊，划了。你看这寿星老的手啊，你看你爸爸啊。哎呀，哎，你看，哎，哎，还有那层啊，哎，别划了。寿星老划了，不是你划了这个。我就代表的吧，这他互动嘛，是不是？你就说就行了，别动手了。对对对，划啊！你父亲、你母亲出现在面前了。哦，来了。哎呦，老头老太太精神是吗？啊，都是70岁高龄。哎呀，哦，寿星老也乐了。是，看看，您父亲、您母亲多棒啊！哦，一辈子做好事。对啊，一辈子做好事。嗯，有什么要求吗？啊，这也有要求。你爸爸高兴，我今年70岁了，对，老伴儿也70了啊，能够到天上来，我觉得是我们的荣幸。哦，这一辈子净干好事儿，我这一辈子有点委屈。怎么个委屈？你看人家啊，什么喝咖啡呀，电影院呐，打秋千呐，这些事情我都没有做过啊。哦，嗯，寿星老说你要干嘛？对啊。之前郭德纲提过这个要求，对，不是，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哦，我是希望周游世界。哦，他想出去玩去，周游世界，旅游去。寿星老一挥手，啪，这是一沓机票，一沓机票都给您准备好了啊啊，请周游世界，随便吃，随便玩，可以出去了，这可以了。老头乐坏了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还有个小要求，你再提。我今年70岁了，是，能否找一个？比我小30岁的女士一起出去，这也有点闲的，我爸。寿星老乐了，30可以，嚯，这也可以，一挥手，怎么样？你爸爸100岁了，哎，这把他长上去了，哦，没把那女的给弄小了，100岁，哦，哎呀，神仙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啊，这哪是神仙的智慧啊，这弱智的智慧啊，这是，回头喊你谦儿啊，过来说话吧。我还说什么都100多了，钱儿过来，爷爷你好，爷爷你好啊，就爷爷了，怎么着？他都100了啊，那也是辈儿在这儿呢。老头高兴，嗯，儿子啊，我又看见你了啊，是是，你挺好的，嗯，我挺好的，我都上这儿来了，有什么可好？嗯，我大学毕业之后，我是一个撞死人的那个，我不是创始人，撞死人啊，挺好，好，女朋友呢？嗯，都结婚了，对，好，那就好，那就好，恩爱吗？非常恩爱，非常好。哦，那有孩子了吗？是，生了个大胖小子，哦，太好太好，是你的吗？哎，还这叫什么话？这叫老爷子，你怎么开这个玩笑呢？对呀，那是我的。对了，老头乐了，哈哈，那就好，千万别走我的老路啊！哎，这没听说。
后来啊，这个怎么没有后来了？您这玩意儿还上下级呢？这要没人管着，我能说一宿。我跟你说，一说一乐，可不是吗？别往心里去。谁往心里去了？你看我就没往心里去。哎，对。其实我在这个台上，其实有的时候也觉得不合适，是吗？那就是提了太多于家的人，哦，这么个不合适啊，净提于谦的父亲呢、啊、母亲啊，啊，还有你媳妇儿。对了，是吧？嗯，这个我真是没有办法。你怎么能够没有办法？不是，你说我要是一年就演一场，嗯，就怎么都没事儿，都可以了。你关键第一演的又多，嗯，就这些年啊，啊。这些年演的又多，第二呢，我又不限制了现场录音录像啊，随便录。我站台上还喊随便录啊，嗯啊，我还没到家，这个音频视频就上网了，就都传上去了，全世界的人随便听，是啊，天天听，他一定会觉得你这个怎么老有于谦他爸爸呢？嗯，其实您细分析啊，职业不一样 啊，谁的职业不一样啊？你父亲的职业不一样，是您变着花的说呀？您是，再有一个了，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啊，我们一定让观众很快的进入故事当中来。那倒应该。你说我站台上，我说我父亲，他不可乐，是吗？嗯，就说我爸爸可乐，合着。我小时候说相声，我是捧哏出身啊，我在桌子里边站了12年。哦，捧12年哏，谁站在这儿，谁说我爸爸。哦，也说呀，这个东西您不用替于老师，哎呀，天天让郭德纲说，你知道他数钱的时候乐成什么样了吗？这不就是职业工作吗？是，对不对啊？嗯，我也想过，哟，你看人网上好多人指责我，包括相声同行也指责。哦，他们说什么呀？相声老前辈说郭德纲，你看看您那相声说的，哦，有相声150年了，还有谁在台上提过于谦的父亲？对。凭什么都说我爸爸呀？这谁捧哏说谁爸爸去？所以我后来我也想明，我本来想，我说以后不再提于谦的父亲了。哦，不说了。我们虚拟一个王大爷、赵大爷，行吗？但是后来想，这个太外行了，不行啊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就算不提你爸爸，也并不解决根本的问题。怎么呢？人家不是说希望郭德纲别提你爸爸，那是人家是希望郭德纲别说相声。啊，哦，他们是这目的。对呀，所以说你们爷俩多受委屈吧，好吧？你别客气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我也是欠这个，就这一点剪下来就够一热搜。来，你过来，哎，那小孩，哎，对，来来，过来。哎，你们算来着了。这个小朋友叫张云雷，啊，他这个前两天啊，什么？那你等会儿，你看别着急，别着急啊。这大哥爱听你唱。那这7天演出呢，本来我们每次安排节目之前都得挨个问张三、李四、王五、赵六，结果他这几天是因为音乐会，他得排练。所以一直没有他，啊，结果是今天昨天夜里赶回来的，对，昨天夜里，昨天夜里才回来啊，今儿赶上了，我那就去吧，啊，玩吧，让剧场来见见面啊，嗯，这个前两天没安排你，你的粉丝没少骂我，啊，嗯，可不是我安排的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啊，嗯，我也是习惯了，啊，干这行挣了钱有一半是挨骂的钱啊，谁骂都是骂，乐乐呵呵得了。刚才你看人大伙喊了，说让你唱一段，嗯，说明这是熟悉你的观众，嗯，啊。他确实在我这徒弟里边，我们这个后台里边要论唱，最起码前3名得有他，啊，一个是他，一个是陶阳，这俩人都是唱的好的。嗯，今天你有准备吗？没有。哦，太好了。所以给我叫上来的，我后台吃外卖吃东西呢。哦哦，这个以后还会有机会的，好吗？还会有机会吃东西的啊。你们大伙点一个吧，他要是不会的话，我帮他一块唱，好吗？太好了。什么？你提到清水河了啊？今天我就要跟清水河这个事情做个斗争。谈清水河呀，是一个别看，那保安给大姐瞪出去啊！清水河是一个北京小曲儿，啊，
按照曲牌来说呢，我们有一个前辈赵俊良先生，谦儿哥这都认识，北京的老前辈。人说这个曲牌叫树荫凉，树荫凉什么意思啊？曲牌有太平年，有湖广调，有大新春，有这个有那个，有树荫凉，用树荫凉装着词儿叫探清水河。但是我们一般来说就画在北京小曲里边。可是突然间也有人说，说这个小曲不文明，他们说这叫摇调。嗯啊，这个可能各位也看过网上一种评论是吧？嗯，这个呢，我确实是替张云烈还打抱过不平。嗯，后来他们收买我了，我看算了。嗯，这个有这么一说，但是不准确。所谓的摇调，就是在旧社会那种风化场所，哎，那种技术人员在那儿演唱的这种歌曲。但是呢，你不能说因为人家在那儿唱过这个曲子就有问题。他们在那儿什么都唱，《贵妃醉酒》他们也唱，《空城计》他们也唱，那些东西跟清水河是画同等的，也没看你们大伙儿批判过什么《贵妃醉酒》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张云雷把这个唱红了。哪年开始唱的？2015年。2015年，这个最早的时候，我应该是在2010年，我把它整理出来先唱的。嗯，哎，我唱完之后呢，我这有一毛病，无论什么小曲儿，我弄完孩子们只要一唱了，我就不怎么唱了。后来他把这就唱的红遍天下，确实挺好。我看好些个那个唱歌的也跟你一块学啊。啊，明天开始连着4天在天津中华剧院德云古曲社正式对外演出。这里边的最后一天是我带着张云雷还有陶阳，我们要有小曲连唱，其中就有探清水河，那是带乐器带乐队的啊。有时间大伙去捧着啊，去看去啊。嗯，今天是不是就不用他唱了啊？唱两句也行，好不好？哎，来来来来，哎，啊，我先唱啊，可以啊，你唱两句，然后大伙一鼓掌，就算唱完了。嗯，桃叶尖上尖，柳叶就遮满了天。完了，两句，真两句。这孩子倒是识数啊，倒是识数啊，是还没过瘾了。你唱两句，来，你唱两句。那真唱啊，唱吧，唱，唱。你要词儿干嘛？就这么唱就行。明细听我呀呀，这是气氛组的，好棒棒的，多好啊！嗯，行，这不能光你一人唱啊，把今儿演出的人都叫上，咱一块玩会儿啊！快来，来吧！来来来来来，好，都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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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了，来来来来，我们从这边挨个介绍一下啊，打头头一个啊，壮壮，阎鹤祥，哎，栾云平，尚九锡，李鹤东，郭笑汉，高峰高老板，哎。我儿子郭麒麟，啊，张云雷，我们这儿的大辈儿少谢谢金，哎，你怎么穿这么一蓝色的大褂去了？我才看见啊，孔云龙，张九空，啊，主持人少侯爷侯震，啊，来吧，每到这个环节都是大伙儿点啊，我喜欢张三，喜欢李四，您说一句啊，咱们再演一个小节目，好不好？谁？有喊师爷的哈，快来吧，快来吧，来吧来吧，少谢快来。我要介绍一下啊，这个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边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啊。那个他叫谢金，他们家呢祖传4辈是干这行的，所以按照行业内部来说呢，他比我跟谦儿还大一辈儿。嗯，我们俩得管他叫师叔啊。但是台下呢，他跟我是把兄弟，我是他大哥。前两天呢，我兄弟呢跟我婶儿啊，他俩人啊，怎么那么乱呢？这啊，来吧，谢老板，给大伙儿表演一个小节目吧。唱一个吧。可以。那么唱一个那个什么岔曲吧。嗯嗯。这个谢派单弦岔曲，骂谢派不谢派的。唱两句。这个单弦啊，是咱们传统的曲艺形式，五大流派
荣长谢谭曹，其中这个谢派就是他的曾祖谢瑞芝先生发明创造的啊，这是人家本家啊。来给大伙唱唱，唱唱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这东西失传了。唱唱几句那个插曲吧。好嘞。豺狼也读书，俏佳人绣影独珠，喜滋滋捏写杏眼，趁丑着夫天教何时也，朦胧干事月放出，柳软如天台那牛女双个度，看来国有桃源路，请问君不做美的天河，我也不知道有无。好，可能好多年轻的观众不熟悉啊，这个谢派幽默诙谐，味儿也好。是，你说这你这边不服不行啊，就人家就这种遗传，他那个嗓子唱就这个味儿，真是好。你有时间真是应该多唱多唱，真是的啊。好，还喜欢谁？三哥呀，来吧，快来，来来来，快来。哎呦，谢谢，托您福。哎，对，嗯，走到马路上碰见他，你们躲点啊。碰见张云雷那样，你们冲过去握个手；碰他，你们躲点，一怼一个跟头。我现在挺老实。那是，你是老实，嗯，来吧。学好了啊，给大家伙我也唱一段。好，也是谢派单弦吗？对，那谢派单弦不敢，那个唱一段我新学的英文歌曲吧。以后还是有机会再说吧，好吧。来吧，啊，唱一段最近的英文歌曲啊。别嘲笑我呢，啊，别嘲笑，别笑啊。怎么不得反应我？一儿一儿的 come up play in， 我问波德你为啥 come in？ 波德在这里的春天 very good for。哎，唱起来就算不易，好不好？嗯嗯，啊，九溪啊，来九溪，过来。九溪，我在这个台上曾经介绍过哈，哎，是我们这儿高学历，唯一同时这个会法语和抚顺话的。嗯，法语和抚顺话说回来是一样事儿的啊。嗯，表演才艺说啥都行。稍微我看大有点激动。嗯，啥意思，宝贝儿？那总拍戏，老也看不见，多看会儿。你要说什么？哎，师傅，其实我没有才艺，我跟后台刚才跟他们真心话大冒险输了，我选的大冒险，哦，他们让我摸于大爷屁股一下。嗨，其实这可以摆支就清门了啊，就接着这。我告诉你，这以后不许再摸了，摸一回得了。行，是闹的啊。还有谁？郭笑汉，哦，好家伙啊，来，一会儿找一组啊，你看这边啊，是今天刚刚摆支哈，哎，是，哦，好，啊，来吧，啊，一个作为一个相声新人啊，这个因为我是河南人，哦，我们老家那边有豫剧，哦，给您唱两句吧，嘿，好，谁说女子不如男，嗯，刘，啊，谢谢，刘大哥讲个话，当个啷个哩个啷，李太偏。谁说女子相清闲，男子打仗到边关，这女子放个纸。哎，谢谢。嘿，他专业是乐器，这戏攒在弦上了，想不到的事情啊。叫东过来，来东东，哎，快来，好大人，哎，来什么啊，真心话大冒险你也输了吧。啊，我去，这不是没听俩人都输了呢。还是另一波，另一波。我就别来了，我别来了，哦，我让那个咱们这少班主郭麒麟给大伙来一个怎么样，各位？他给布出去了啊。他这个才艺也是那个往外布啊。对，来吧儿子，让我给我师傅一嘴巴。没有弄一手。嗨，嗯，
我劲儿使太大了。嗯，行吧，来点那个这个饿了心得的，饿了心得的啊，大伙学个河南坠。哎，太好了，刚才喂，我这一说就有，不容易看见我儿子啊。是是是，我也是特别的荣幸。嗯，那个回到天津，怎么还有这钢丝球？嗯，行了。啊、哦，没有没有，我这我现在很后悔那会儿让你出去拍戏去，啊，他出去拍戏这一个戏就仨月俩月才回来，我让你在门口摆摊天天能回来看见你啊。那您最好还是我还说相声得。就是，我现在一看就说，哎呀，我儿子拍戏去了，我心里不是滋味儿。真是。儿子，你不要再拍戏啦。爸爸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虽然我明儿走，是吧？不是你们爷儿俩这一上一课的有意思吗？这不比那真心话大冒险好玩吗？来吧，我唱唱唱一小段吧。行，好行吧，咱唱《找花台》吧。太棒了，好久没唱了。好，因为我现在也根本不怵这个。那是，您太会唱了。对。你呀嘛更儿里呀，月了影儿照花台，秋香姐定下了计，她说晚不上来哟，牡丹哎，庭前我们蹲，哎呀，但愿得鸾凤。早早配火鞋，哎哎哎哎哎，谢谢。好，高老板，过来玩耍一下了。呵，你瞧这玉树临风的劲头啊！哎，呵，你看看这大姐，当然逮谁捧谁啊，您甭有兴趣啊。嗯，刚才过服务员才夸人家呢啊。谢谢各位朋友。好的，我也是天津人。嗯，祝大家晚安。像话吗？不是我呀，什么叫你也是天津人啊？哦，晚安可以是吧？我呀没有什么才艺哦，就会唱两段快板。那还那叫什么？刚才已经给您唱过了，而且这玩意儿还不叫才艺是吧？今天这么办吧，既然是闭幕式到了嘛，我给您唱一个吧。好，您有想听什么的，我给您唱什么？你看看，不管会不会，艺高人胆大呀！啊，哎，耿直讨人嫌，来吧，错不了。嗯，还是快板。快板以外的啊，您点什么？我给您福寿全，追韩信，什么？猫叫，猫叫啊！这有点难为老高了啊！不难为。不会那个电磁炉吧？我给您唱两句，学猫叫啊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哎呦！想着唱啊！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。谢谢大家。哎，又想起他是解放天性了啊！嗯，站住来，快过来啊！你没有顾几个托吗？你这么安静啊？来一个梁山伯与祝英台。好，他是来自张家口的张九来先生啊。如果你是梁山伯，一定放过那祝英台。让他和别人去相爱，生个漂亮的小孩。如果我是梁山伯，一定把爱藏起来，在故事开始前离开，我一个人去上海。谢谢。小曲儿是吧？小曲儿，这是来自张家口的张九来先生啊。陶阳过来，陶阳过来。来来，儿子，来，快来，唱两句吧啊，都认识啊。哎，别客气了啊，来。嗯，唱两句那个《唐伯虎》里边那七块书吧。好。闻听此言，魂不在。我表妹是他家二奶奶，腾的楞腾楞腾楞叮当，自幼儿青梅竹马在一块，龙框龙框龙洞框，我属牛来他属小白兔儿白又白，腾腾楞腾楞叮当，两家要把天地拜，是我道近亲成婚大不该，表妹她怒气冲冲把我怪，架刀画符做了奶奶，狭路相逢要歇菜，水流花谢也活该，开工没有回头见，咚哐三拜
九叩我上楼台，噔噔噔一噔噔，好。栾云平，你躲那儿也没用啊啊！啊，陶阳别下去了，就站那儿吧啊啊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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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来，不丢人。是我手挺厉害，滚滚！我还真没有什么才艺，没才艺啊！既然呢，那咱们就别开生面了 要干嘛？那我就给您变一魔术，好不好？哦，你可厉害了啊！咱们来一个隔空取物哦，咱们很快的从右手呢就到了左手，从左手又回到右手，您都拿好那照相机啊摄像机啊，我这就眨眼的功夫非常快啊，您看啊，过来回来，您看就这么快。你这还不如那真心话大冒险的那个，好歹于老师还配合了一下呢啊。张云雷啊，快来吧啊，来吧，咱直接啊，对呀，结束的那个好不好？可以啊，太好了啊，好了啊，来唱吧啊，别废话，你来都来了啊啊，小琴童吧，来吧啊，小琴童哎不消停，手打着灯笼走进房中，尊声相公安歇睡吧您哎，明日清晨啊早为登场哎，道道那么起倒起倒墙，早为登场早为登场，亲内同说话显点聪明啊，那功名好比浮萍的水，太平年哪、啊美貌的佳人火化兵，念太平啊不该来结束就在普救寺中，来只在花园我们两个两相逢，这也是那个前世前因安排定，太平年哪、啊说话之间桥楼起了更，念太平啊你在西厢院，佳人他在东啊，隔着那普修寺风光大不同，这也是那个前世前因安排定，太平年哪、啊、次日清晨早登城，念太平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，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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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办案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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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一心赶考够奔东京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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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走过三里塘花店呐、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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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越过五里杏花营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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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桃花店前出美酒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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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，哎哎哎哎。